大家好，我是镜子，今天我们来做动物系列的小羊。准备以下颜色：肉色搓出它的头部，白色搓一个圆球，头部和圆球合在一起，再拿出白色搓出若干的小球，这些小球不需要太光滑，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，随意放到圆球上，它的身体就出来了。再加上眼睛，用切刀压出它的鼻子和嘴巴，加上腮红、耳朵，再做一些小球填充一下头部。接下来我们来做小羊的四肢，用这种双头的棉签做成它的四肢，这样小羊就可以立起来啦，尾巴加不加都可以，像棉花糖一样的小羊，你们喜欢吗？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加关注吧。